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白。好，我们今天要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三枪两技的一个攻城队啊。那攻的城是测试的攻城是有六支部队防守的城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编组啊。那我们是用张飞跟赵云，一定要有赵云啊。那配置是这样，然后那我们这个赵云呢，就是熊岳跟龙胆，那个甘霖呢是配孙坚哦，孙坚是用那个文丑增加一下副将一的连锁，那赛特是用颜良增加副将二的连锁，所以连马腾，那甘霖连孙坚。那这个主要在莱因哈特是他的队伍的特效有力，然后还有增加攻击100%的一个辅助哦，可以辅助，然后可以反杀，先清掉部队再去攻城，直接有他的反杀，因为他是智力嘛，智力打那个物理的会比较吃香一点哦。是这样，是这样的诉求啦。那我们就用这五支部队来打看看六队防守的城，哦，试看看哦，至少跨出那一步了。好，好，这里是李白会议频道，我是李白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测试的影片哦，大家拜拜。命がけで望みを叶える。
それだけだ。定山の超死を一貴様を倒し、俺はより強くなる。今になって愚に気づく。すまねえ、減ました。この勝利は姉上に捧げよう。帰還いたす。さっさと真に帰還する。百戦が危うかず。貴様を倒し手柄となれ。なんたる無様な衆だ。少子、今になって愚に気づく。真偽の槍、願わくは争いがなくならんこと。さあ、観光派様の勝利を祝え。この一月でしまいだ。さっさと帰るぞ。